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来回忆一下，许医师的读书会的内容。好，好，灵魂永生的内容哈。其实就是这一次的事件呐，哈，许医师这个，购物被诈欺的事件，好像事情。从许医师个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件事情的整个发展，啊，太多的受害人，在过去被外在实相侵害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忍气吞声啊，不说话的啊，忍气吞声，或者是息事宁人。好，那这一次算是刚好是。这个惹到，徐医师这个人好了，好。可是这个人到底代表什么？哈，代表一个真实存在，想要把心灵，落实在现实生活里，让自我不再那么卑微的那个自己，啊，有点像这样。所以其实，我们都共同投射了一个，我们不敢，那希望，我们投射的权威，去敢，去冲，去带领我们，往前走。好，那，当然还是再一次的诚挚邀请，各位在现实实相里，委屈求全还求不得全，好，然后悲屈屈膝，然后要求一个关爱眼神而所求不遂，然后在讨爱好的过程中啊，最后一再的受伤失落，好，然后觉得，自己的存在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好，邀请所有这些外在实相，命运的受害者，好，为了你自己吧，好，为了你自己，常年来积压扭曲，然后已经变形的能量，可以有一个释放的机会，好，那这个机会就是借由许医师这个事件，那我们11月要一起上街头发出自己的怒吼。好，确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啊，真的不知道。即便赛事学了很久，我们也很会说啊，也很会说。我们是一切万有的孩子啊，我们是天父地母最疼爱的那一个啊。可是实际上，每次当事件出现的时候，每次当我们自己吸引创造来的实相，再一次挡在你面前，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惯性的选择。惯性的选择，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我也没办法，然后我只能这样了，好，惯性的选择。所以，对，我们都有很多的梦想跟理想，我们都很想去在有生之年去实行，去执行。去完成这个梦想跟理想，但是呢，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不行，不可以自己凭什么？那我们就会投射一些权威一些你认为他是比较有力量的人，你想去依赖，你想去被照顾，你想去跟随。
我觉得在人性的这个部分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总是要登大人嘛，我们总是要在有生之年，有这个肉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学着长大，我们要学着长大。长大就是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逐渐你有没有把你所在的环境搞个清楚明白，你没有对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有自己的明晰的看法见解甚至有时候你要做出决定决断建议真认真想来，大概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去勇敢的做下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决定吧。我们大概很多决定都会是因为怎样所以怎样大概没有一个很明晰的决定，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即便你可能在成长过程有过这样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可是不知怎的，最后你还会为了你的曾经的决定而觉得后悔，而觉得难过，而觉得好像你做错了什么好，无论如何今天的这堂课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认识我们的内在的自己那个对等的自己在哪里，那个可能性的自己在哪里而这些个自己它到底在我们的现世经验里 它到底可以给我们什么它有没有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进行到533页了未知的实相533页这里好，那如果你有书那麻烦你翻开未知实相卷2好，那没有书我们就一起念好10:36到11:00这里好，赛斯这样讲我并不是在说人类人格是与一个细胞一样重要，不多也不少，我想说的是，如果以一种方式来讲，人们活在地球的身体上，那么彼此之间有着像细胞彼此之间有的那种同类的关系，同类的关系。在心灵上，你们是由对等人物组成的，就好像在肉体上你们是来自不同种族一样，所以对等人物的群组远比种族要来得多，但你们对种族的定义是武断的这个比较好玩我们可以理解我们是从姓什么姓的那个家出来的，我们甚至知道我们的家族的祖先可能来自哪里，那我们对我们这个庞大的祖先群，我种族家族的祖先群，我们是有概念的。可是我们不知道对等人物他到底是什么甚至他这里讲，其实对等人物可能还比我们认知的这个种族的家人还要多哇，这就很奇怪了嘛赛斯不是讲过吗100年内你会有4到5个的对等人物嘛，可是他这里又讲说对等人物群组还远比种族要来得多那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这一世我可能我的对等人物在这100年内有4到5个以我当下这一刻来讲我的对等人物有4到5个那大家记得可能性的自己吗可能性的自己它就是在你现在这个时空焦点的侧边
它会突突突突突突突延伸出去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啊，那可能性的自己有没有对等人物？哦，也有，他这一百年内也有对等人物。好，那大家记得转世的自己嘛？转世的自己是在这个时间轴上面，这个历史的时间轴上，你可能明朝有一个自己，好，那那个自己就有四到五个对等人物，啊，你可能在埃及有一个自己，那个自己又有四到五个对等人物，好，这样如果有人会画图哈，他把它画下来会变得很有趣，你知道吗？啊，他就是哇，你看这个世界是由好多好多个对等的网路组成的。比如说，假设我在埃及的那个年代，那我有五个对等人物，那在那一百年内，我们组了一个群组，好，那在那一百年内的我又有很多可能的自己又组群组，哎，这样想就已经知道那个群组很多了吧？好，就在那个一百年内的群组就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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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了哈，好。那这个群组组完之后，好，那我们再回到现在这个自己，现在这个自己又有一百年内的群组可能性的自己，对对对对对对对，一直平行延展出去的，又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每一个自己都又有群组，哇，这样想来，哎，果然对等人物的群组比种族要来得多，以你为中心，好，以你为中心，好。如果我们将对等人物比拟为一个具体的家庭比较好，它是一个具体的五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的家庭比较好，因为你很可能在一个世纪里有四或五个对等人物活着，就如你很可能有四或五个家人分布在那同样长短的时间里，这样就理解了嘛？啊，比如说，我这个小家庭好了，那我的小家庭是从1980年建立，啊，比如这样讲，那1980年建立的时候，那就是我跟我先生，啊，那啊，我跟我先生就生下两个孩子，啊，那这一个延伸就1980年。它会一直延展到，我的孩子他们走完全程，所以那个小家庭就有一个群组，对不对？那他们也会结婚生子嘛，所以他们又延伸出一个一个的家庭群组。好，大家这样想就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人不是你的亲人啊？哦，因为他彼此之间都会有可能有连结、有交汇嘛，哦，所以讲真话，哦，假设我们这样想，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真的都是我们的家人呢，哦，我们只是很固执的、很固执的觉得，只有血缘关系才叫家人，我们都忽略掉，比如说，好，刚刚讲的是我的小家庭的群组嘛，那如果我来讲新居的群组好了，我从2007年啊，我从2007年啊打开新居，那我是不是就开始组群组啊？那新居这个群组啊，从啊，可能我一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到一个群组、一个群组、一个群组、一个群组，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内一直被建立起来。那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些交汇时刻啊？这些近人他就有一个群组，而且彼此之间有重叠、有交汇。比如说，现在我们新居的群组好了，用 LINE 的群组来看。我们就有啊，行政群组、工作群组、志工群组、辅导师群组啊，甚至啊，成长团体的群组、读书会的群组，那我们还有培训的群组，对不对？
哇，真的，真的这样想就比较了解。赛斯一直在讲人跟人之间啊，没有谁跟谁是没有关系的。他说，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他跟你都有一些关系。可是这些关系还不只是眼前你可以认知的那个啊，他可能这些关系还延展到啊更深的内在的一些连结。是真的是这样。那我最近就一直在讲，希望在有生之年哈，因为也看到很多很多世界各地，就是大家抱团养老，好抱团养老。那抱团养老的概念很好哈，因为现代人也不喜欢只是养儿防老嘛，那也确实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养儿防老已经变成比较彼此为难嘛，他不是不可能，是会彼此为难。好，那我就有一个梦想啊，幻想梦想，幻想梦想，他要到理想，我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梦想，对，也可以来买地盖屋，然后有几个人理念相同渴望能够在夕阳黄昏的这个黄金岁月里，然后互相支持陪伴然后甚至我们可以来落实到最后我们可以自在善终，这其实是我想把赛斯心法落实在生活里的一个具体的想法，然后希望它能够有一套做法可以被完成。可是呢，我就发现问题，刚开始在启动这样的想法很开心，那我们也是在寻觅可能的地点，我就发现很多问题了。第一，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还有人的个性不一样，那可能这几年因为打开新居的关系，所以我变成一个决断力比较快，然后当我的理想想要具体落实在现实的时候，我比较不会找问题看问题，我比较是设定目标，然后我就是往那边走，所以这当中的任何问题都我都没看见。我会不会遇见问题？会嘛？好，我还是会遇见问题。好，那但是我不会先把问题搬来砸我自己的脚，我会边走边解决问题，边走边看怎么调整我的行动，以便来就这个问题来审核。可我就发现好多人，他们只要投射一个理想或梦想，他第一个就会跳到更那个理想跟梦想的那个地方去看可能性的问题。他不是不走，看到什么解决是，他是先跳到很远的地方去看那边有问题，然后再试着要在这里解决那边的问题。理解哈，这就是四条街外的恶犬嘛。每个人都跑到未来找问题，然后再试着用现在解决未来的问题。这很习惯呐，未雨绸缪啊，这很对呀，不就应该这样吗？可是就这一次，我就看到了，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个自己是根据过去经验，然后这个是不可行的，那个是会有问题的。根据过去经验，然后再来就是跑到未来，把未来的问题来
砸脚，拿来砸现在的脚。好，那我自己真的是一路走来哈，比较笑，就是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啊，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哈，一路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是过关斩将，关关难过关关过，好，然后赛事推广在双峰为难的地方啊，最如果你要说哈，它就是一个。所以我们如果用自然环境来讲，它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但是民风淳朴，光民风淳朴这几个字，你就可以想象淳朴跟保守差不多是同义词嘛。那保守又跟固执又差不多是同义词，在这样民风淳朴的地方啊，然后可以把赛事的推广做到算是超过 60% 的好。那再来就是跟随的这一群人一起在做推广的这一群人，又彼此之间能够如此的真心相待为了同一个理念然后携手行，怎么做到的？我想我就是一个笨吧，我会比较把它放在生活里来实修，我比较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去撞击彼此的人格的固执面，然后甚至在这个撞击过程中又带着信任与尊重跟爱一次一次的面对一次一次的化解整合。好，那我对我自己好像也这样我们预设我接下来会怎样，我也没有预设明年后年我会怎样，可是我每天起来我都只解决今天的问题，就是只面对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行程很忙又要有移动，那我就会面对我要移动的，要整理行李要把家稍微用一下，然后因为可能一出去就是一两天这样。我好像在那个眼前只是在当下比如说刚刚要来做这个礼拜六的预录这个礼拜六徐医师在屏东假设你看到我们今天播出的这个赛事研读会，那就是下午就有徐医师的工作坊，所以各位这个研读会，如果你就在高屏区或者你在遥远的地方，知道下午徐医师有工作坊，而我们的工作坊这一次的主题是突破困境突破现状的困境。好，那我就要鼓励你赶快跟赛事屏东报名，因为现在就是时空都可以移动了，有没有发现？因为你可以上线上的工作坊。那如果你在高屏区，那你想要亲临现场，看到徐医师，去感受到这个平凡人跟我们一样，也会成为受害者，跟我们站在一起，那你就赶快来到现场，你应该会感受到。一个孩子当他有点能力想要买豪宅给爸爸住，给父母共享天伦，而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人心如此险恶然后被诈欺了将近4000万这样。你会亲临现场看到人子之怒，看到在人子之怒之后怎么反转成为神性的爱，而希望让这个世界更好好，今天看到这个直播的同学就要赶快跟赛事屏东联络。那晚上6:30到我们在屏东的总图图书馆总馆
在大莲路跟自由路的交口，那我们的屏东总馆也有巡视的一场演讲。那因为从今天开始，空旷地区不用戴口罩，然后也解除这个梅花座的限制。但是总馆有总图，它有总图的管制，你可能务必要先去排队报名啊，你才能在那个总图的人数限制里进场，好不好？那我今天算是又做开路先锋啊，来为徐师的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来告诉你，要告诉各位福音在这里，这样好。但是各位看到我的直播，是我在礼拜三早上预录的，所以我刚刚要讲的就是，早上我起来，我要面对的是我今天的行程，好，那我要面对的是我今天的行程当中有移动的部分。好，那还有我们礼拜三都有一个固定的行政志工联合会议，所以呢又有这个会议台，所以我就发现从昨天我在想把理想梦想理想变具体现实的这个希望有一块地，然后有几个人一起来共生养老的这个理想想要落实在现实的这个第一个步骤，我先讲我就已经受挫了，好，我就已经受挫了，好。然后我受挫的时候，昨天一直到很晚了，我还在发讯息跟这个想要这个共老的人说一些我的感觉，或我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土地的一个现状事实。我突然间觉得有一种累的，昨天晚上我觉得有一种累，是这些年来我去替很多人一起做一些事啊，那我觉得不是那种激励别人做而自己没有做的人，我大概就是带头做，那我带头的方式就是出钱出力。昨天突然间我有一种悠悠的累，那是那种，就有点像徐师周三讲的，他是我们这么大一个赛事组织的头，结果所有的怒的讯息都是由他的脸书发出，那其他人呢？就是当然是他个人的一个事件啦。可是这个人事件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更大的想要协助这个世界的一个集体实相于是就看到他一个人也是这样啦这些年来徐师在整个赛事推广上也是出钱出力一直往前冲那徐师以前比较是在往前冲的过程他就是比较会由组织去运作，那他个人就偶尔泼一些什么摘乐趣啊，养小鸟啊，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他过得很爽，可是其实跟他近身接触的人就知道，他的行程其实是满到会吐的，那对啊。在看罗娜的脸书的人也其实都看到罗娜过得很爽嘛而且好像越过越年轻可是真的比如说钟怡他们或者真正跟我比较近身的工作伙伴就会看到我的行程其实也是这样靠得很近的推那我如果要移动一个东西就要摸瞧了一下下这样，所以这个我
当然后来也得到很大的利己人利益众生的能量奖，所以我过得很好。可是假设我想要完成这样一个理想梦想，那我又是那个一定要出钱出力的人，哇，昨天那个微微的累，稍稍的感觉到那种为什么要这么累，我可以不要吗？那种自己出来了，那个自己突然间浮现。所以要睡觉前我就告诉我自己说，亲爱罗娜，你叫罗玉云，然后你还有一个身份叫奶奶，你还有一个身份叫妈妈。对，现在比较对我有感觉是这几个身份嘛，你为什么不能像一般的奶奶跟妈妈一样就好？然后现在如果你要好好过日子，也不会差啊，就算你现在办理退休了，你也不会饿死啊，那人不是这样吗？只要不会饿死，就好好过日子就好啦。你干嘛要搞这些有的没有？亲爱的罗玉，你知道你几岁的吗？我讲到这个就难过起来了。原来，我是算应该已经66岁了，这样。亲爱的66岁的罗玉，你干嘛还要事情都站在第一线带头冲啊？这个讲完之后啊，突然间就觉得自己得到安慰了。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得到安慰不是由别人的安慰，就是你能不能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小小的难过，然后给自己大大的安慰一下，好，理解一下，这样。然后就觉得好棒啊，得到很大的安慰。好，各位礼拜六看这个直播的这一刻，这个亲爱的罗娜，正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啊，因为要接许医师，然后要把许医师接到屏东现场来啊。那这样的我，真的被我自己看到之后，有一个我就突然想，对吼，那我干嘛站在第一线啊？那我干嘛？一定要迎着风雨，这样我怎么不会躲到别人后面就好了啊？这个想一想就好睡了一觉，就好睡了一觉，这样哈。那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大家觉得很累，觉得辛苦了啊，觉得为什么惯性的一直做那些行为的时候。那各位你要记得允许自己也可以不要再那么积极那么努力了啊。如果你一直都是那种一路上往前冲的人，那现在就要把别人推到前面去啊，你不要冲得那么快啊，你这样会扭到腰，知道吗？也会闪到腰，扭到脚，跌倒，所以还是不要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回来书本。好，所以他说，心灵上你们是由对等人物组成的，就好像肉体上你们来自不同种族一样，对等人物的群组还比种族要来得多，但你们对种族的定义是武断的，就是血缘关系，或者是我们的皮肤要长得一样啊，我们是黄种人啊。将对等人物比拟为一个具体的家庭比较好，因为你很可能在一个世纪里有4或5个对等人物，就好像你很可能有4或5个家人分布在那个同样长短的时间里。不过基本上对等人物是在处理超越了种族或国家的成就及发展。好，这段请划线。你现在比较理解
对等人物他的存在是共同在处理一个种族或国家的成就发展。所以现在如果你找到你的对等人物，或你有发现你的对等人物，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专注在跟对等人物一起努力的路上。大家知道吗？现在三世家族就是彼此的对等人物，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共同的在努力的想要把自我带回心灵，要让心灵醒过来，要让神性的自己能够把人性的扭曲、压抑、变形做一个整合跟消融。那这样的一个行动不是一个人就做得到的，但是绝对是你一个人开始的。各位听懂这个吗？就是不是只靠你一个人啊，但是一定是由你自己开始，你才能去引动旁边的人嘛。好，那 我相信我是做了，而且回到屏东的这几年我也做得很好。那我03年04年在台北我也做了啊，甚至我也揭竿起义啊，在中正纪念堂。而且我昨天看了一个脸书的讯息，他说有一群肢体残障的人士啊，然后跟一群艺术家，那他们要在中正纪念堂三楼的厅那展出他们的作品。好，那看到有赛斯家人或者是我的连友好了，在协助做这个布展的工作，好感动哦。我的感动是来自于当年我把癌友这一群在世俗上看起来是比较挫败的人，他们的作品一起放在中正纪念堂的致青厅两厅那边展出啊。那当然这个是由徐医师带头，然后徐医师跟王姐去看一个古埃及文物展，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活动啊。嘿，可是整个要怎么做没有人告诉我，我必须总指挥的做这件事。那在04年的7月，我们展到8月，我们从7月一到8月初整个展出完成。好，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把癌友疗愈的这一个临床经验，然后把一般生病的人内在创造力把它具体呈现成为一个作品，然后是又变成一个集体的大作品，然后在中正纪念堂那个国家殿堂展出。大概前无古人啊，那现在看到后有来者啊，就是这些智障的人，他跟艺术家合作，然后正在布展。哦，我心中的那个激动。啊，我心中的喜悦，那种，觉得后继有人吧，好，那真的是好大的感动哎，哦，我就发现说，哇，我那一天去，中正纪念堂，再临中正纪念堂，好，那一天因为是演讲嘛，所以我又再度中正纪念堂。当我走进去的那一刹那，我讲我的真的感觉。我儿子载我去嘛，那儿子就载我说，哎妈，所以你要在哪一个门下，我就说杭州南路。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说，17年前的那一个自己回来了。那一个自己当然因为要办徐师的演讲嘛，所以每年六都要办，所以我一定是车子直接开进去，然后有个停车位，然后再把相关的物品搬到演讲厅。那在展出的时候，在那一个月的展期，那他们就又特别留了一个车位给我
因为我是那一个活动的总指挥嘛，那每次我都是挺好，然后就在杭州南路那个入口的周边的那个小公园走一，因为活动很大啊，你的责任很重，事情很多，所以我那时候就习惯从那边走一走，再走进那个主体建筑的下面这样。那我那一天一走进去，那种时空重叠的感觉，所以我在那一个小公园虽然已经来不及了，走得很快，可是就走得很快的时候，你还可以周边看一看，然后感受到十几年前那个你正在急着走路这样。然后走进讲厅，一往最前面的第一排坐，因为大家知道，我一定要去支持许医师，所以，我们的，台北分会的宝仪跟家，他们就把第一位置保留了几个，给我们这些去支援的这些分会的伙伴们，这样。就在往前走，然后看着那个舞台，然后看着整个演讲厅，因为这几年我们的推广，所以中正纪念堂改建过，各位知道吗？那演讲厅，本来是旧旧的一二楼的，那 后来整个打掉，然后变成一个一体的，那个感动，感动就是原来一个梦想，它是可以让具体的世界改变的，而且，2020年来真的改变很多很多很多啊。所以看起来是去支持许医师的快闪，可是另一个我是重返现场去看到当年的理想还在，那我就会问我自己说，我的热情还在。我就会这样悄悄地问我自己，我的热情会不会因为有时候太累了而消融了？会，在自我的容易疲累的自己是会的，是会的。不过还好，为了要整个种族或国家或整个世界的成就跟发展，我相信我这几年是跟着我的对等人物们然后一起次一次一次的我们在改变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在屏东有几个成长体嘛，我们礼拜二的叫做对什么奇缘我自己都忘了那周三叫做实习生命那我们周二的用的就是意识的探险刚好这个意识的探险这本书开始用之后，那我们的整个团员里面，我们的团体的这些成员里面，每一个人的命运好像开始在换比如说小林变成插画家，回到他插画家的身份了比如说有人买房了比如说有人有了爱的伴侣种种之类的。我觉得好感动就是我们如果那是一个有对等人物组成的团体，我发现就在团体里大家在扩展了自己啦。在扩展自己。那周三晚上的这个赛斯的实习神明的成长团体更好笑了，每一个都像是来人间受劫难的实习神明。大家知道实习医生嘛？不知道实习医生命，大家知道实习医生很累，你知道吗？又累又苦，而且还要被定，还要被医师定，主治大夫或带领他的这些医师定。然后还要跟病人之间还要跟组织游戏规则之间做抗衡。我就突然间有个觉悟真的我们周三跟周二团体真的不一样。
另外我们有一个网团体叫做我们用心灵探险，果然探险进去每一个人的心灵区块都不一样，我就越来越觉得怎么这么神奇呀、啊哦！原来我们是一群有一群一群的对等人物，这样组成的，这样一个框框一个框框组成后，然后一个框接一个框，一个框接一个框。我突然间觉得好厉害，怎么有办法做到这样？而且具体落实在这个南国境之南啊、哦，这种民风淳朴保守的地方啊、哦，就觉得啊太厉害了我。好，现在记住啊、哦，赛斯说不是说，他说现在记住，你是你自己更大角色的一个地球版本，你纯然是你自己，可是那更大的本体天生就是你自己的。哇，原来我们只是更大自己的一个部分，可是不是为了要这样叫你自卑，告诉你那个更大的自己他一直在支持你这个部分的自己，而且是一直都在一体共振的，但却无法以物质表达的部分。来，我们物质性的自己有没有就是小小的自己？有吗？哈，好像就只能这样，如蝼蚁般的被欺压的时候，也只能吸气吐出来。好，没有，不是，蝼蚁的力量最大。其实最近一直讲，啊，来，你如果不小心，蝼蚁整个爬到你的脚上，你会怎样？你死定了，你惊未？因为很痛，它只要集体咬你一口就好了。你的灾气，车停在一棵树下，那后来要移动的时候，发现我整个车顶都是蚂蚁，应该那个现况看起来蛮可怕的啊。后来呢，我们就走路要去办宿舍的事，我发现那个蚂蚁在咬我，对，我到现在脚上都有被蚂蚁咬的那个疤。对，你一不小心捅了人家的蚂蚁窝，你就知死了。我真的觉得其实这个事件有点像我们所有人内在的那个悲屈的那个被欺压的那个老是以人为善以和为贵，不敢去说出自己心中委屈愤怒的那个自己，被捅到了蚁窝，有点像嘛、哦、有点像是。好，所以事件看起来只是徐氏的事件，可是你的心灵什么东西被撼动了、哦、这才是比较好玩的。 OK， 好，却是那个无法以物质表达的部分，你的经验是你自己的，透过你它变成那更大本体经验的一部分，所以一定要透过你，所以一定要借由许医师这个人，那个更大的本体才会整个翻转，有没有？今天如果放在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又不是把所有的赛事观念具体陈述的这么好的人，对吗？我都还没有那么厉害，可是许医师是一个把它具体陈述的很好的人嘛，所以没有捅到他身上，那个整个本体的翻转就不会这么大的被翻转。 好，但他的实相也初始的将你的物质存在给了你，就好像你给了你的孩子物质生命一样。这句话比较懂哦、就是那个更大的你的那个本体的存在，它因为你的肉身物质性的体验而
让它翻转了，好，更大的本体啊，吸收到这个经验，于是更大的本体，因为你的经验就长得更大了，这样懂吗？哈，长得更大了，然后他再把这个更大的经验，在初始的，就是再灌注给你一个新的能量，然后一直是这样的，你的肉身体验的这个经验灌注回到你更大的自己，那更大的自己因为这样而长得更大了，于是他把这个更大的能量再灌注给原来没有那么大的你。在讲什么？我应该怎么说？好，用钱来比喻，可能他比较理解。好，比如说，你家有一个孩子去玩股票，好，那他玩股票，他赚到钱，啊，比如他赚到100万了，因为他是这个家的一份子，还没有分家嘛，我没说还没有分家，然后这100万就纳入了家里的存款了嘛，那家里存款有没有变大了？变大了嘛，好，那家里这个总管钱就把本来你每个月的零用金或每日的零用金就再加强给你，因为它已经变大了，它本来一天给你100块，它明天就给你，现在就给你120块，这种比喻好吗？但是我现在觉得这种比喻不错了，用钱大家有没有感觉啦？好，那就是当你自己的肉身经验啊，得到了不同的经验，回到本体自己，本体就长得更大的经验，他再把那个更大经验的能量再给这个肉身的自己，那肉身的自己同等的就又长大了。这样，哈、哦，反正大家讲，我是可以理解啦，哈、哦，但是就是你要我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有时候会有点卡卡的。讲我自己好了，我是一个不太会独乐乐的人，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我有然后就希望大家都有的人。用吃饭这件事，我经常都是那种我在吃饭，那大家也可以一起吃饭的那种哈、哦，所以我就发现只要让我更好，那在我旁边的人都会更好，这样好、哦，这个我其实怎么变成这个我的？回头想也还是要感谢我妈妈，虽然她在我有生之年没什么记忆，好、哦，那我曾经讲过。他就是在我对他仅有的记忆里，就是如果我家的一个饭锅里还有一锅饭，那外面来敲门的乞丐觉得他可以从我家的饭锅可以拿走一大碗饭，那这一个真实的经验，他一直在我的内在心里变成一个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有，就可以去分享的这个我，好。那当然我内在也不是没有那个匮乏，我的匮乏来自于，我看着我的母亲一直在用她的母乳喂养我弟弟，啊，我就是在那个旁边看着的那个我，所以后来我的人格里也有那个很强烈的羡慕嫉妒，啊。只是说我的羡慕嫉妒它可能有一段时间变成愤怒跟恨，可是我发现这几年的修炼让我可以让我的羡慕嫉妒变成一个羡慕跟祝福跟回到爱的一体，好，那这个东西它比较好玩，就是在我从母亲身上看到了两股能量，它后来这个分享的能量可以转化我那个匮乏的，它反而是转化了匮乏的能量，那
这个也是 我最近才惊觉到，哦，原来小时候看到我妈妈的那两幕景象，它变成我此生人格的一个一个标本，就是一种模式啊。那我如果没有把它整合，那我就会让它分裂两端嘛，就是有一个我哦，就搞我开耶，就搞分享耶，有一个我就一直在羡慕嫉妒，一直在匮乏。然后当我把这两个把它整合为一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羡慕嫉妒的我依然存在，可是当这个我他因为这个分享的爱而看到一体，而能够成为一个祝福跟尊重跟信任。好，那这个是很个人的修炼，我没办法说啊那个步骤该怎么做，可是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他这里讲说，你的经验是你自己的，透过你，他们变成那更大本体经验的一部分，所以一定要透过你自己哦。哦，比如说许医师最近打电话嘛，我刚开始我就想，我不想，我不敢，或者反正总是会有人打。哎，我从小就有这个个性，我不敢，我不敢，我不要，总是我姐会去做嘛。所以有时候我就不敢亲自的去做一些事。哎，可是那天我看到这个字之后，我就电话拉起来，啪啪啪啪，四个电话都打了。哎，第一通电话很紧张，哦，怕人家接起来不知道讲什么，没接好语音信箱，我就啪啪啪啪给他骂一堆，可是还告诉他我是谁。啊，第二通电话也是语音信箱，我也是啪啪啪，我这次就理直气壮。好，第三通电话就是拒接的。好，欸，这种打电话经验也不错，因为他看你个人的个性，在那个时刻 你敢不敢，然后你做了之后会怎样。然后接下来就是给蔡英文写那个 IG 嘛，好，因为我不会，好， 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弄。那我赶快问会的佩玉，我说：“哎，佩玉，你赶快教我一下。”然后他就啊，这简单多多就在我的 LINE 里面教我，说：“哎，佩玉，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教给大家？”好，那我就先把他教我的教主任群。好，哎，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怎么做就可以？那我自己先做一次，发现哎可行，然后就教大家做，然后我再叫佩玉到 Facebook 上教赛斯家族做。我要说的这个事就是说，哎，以前我的个性就是啊，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不会，那由别人去做就好了啊，由别人去做就好了。那反正总是会有人做嘛，啊，那做的人都会告诉我，或做的人他就做嘛，这样。哎，可是这一次真的是自己不会，然后自己去问，然后问了之后，然后自己再慢慢做，哦，感觉哎蛮好的，感觉蛮好的。好，那这里讲到本体跟我们的关系之后，赛斯又讲，你的孩子并不是你，他们一度被包含在你的母亲的你当母亲的子宫里，但是最初也并不是由你的子宫而来，而是来自精子跟卵子，对不对？那以物学上来讲，这些都是好一个蛮清楚的来处。好，继续讲，你个人经验，然后变成了你自己更大角色的一部分，但是在同时，你无意识的汲取那个角色的知识，而为你自己的目的来利用它，所以也可以这么说，你变成了一个分支，你无意识的觉察你的对等人物的经验，就如他们对你也一样，而你用那个资讯来补充自己资讯，
好，比如说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那比如说佩玉是我的对等人物之一，那当我现在讲的是具体事实哦，当我不会的时候，我请求会的会资讯的佩玉说，哎，赶快教我。好，这是有意识的请求嘛。那各位知道你在无意识层面，你每天都在请求跟你的对等人物之间一个经验的交流，各位知道吗？好，我们一直都跟对等人物之间有一个很好的经验交流，而且甚至是能力的互相的流动，好，能力的互相流动。好，可是这里讲到你无意的在汲取那个角色的知识，而为你自己的目的来利用它。哦，刚好我举那个例子就明显嘛，我不会嘛，那我必须，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啊，身先士卒的去操作看看，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件事好有趣哦，啊，好有趣。好，请等我们一会儿哦。赛斯说，在特定的时段，举例来说，在高度工业化的科技时代里面，某些能力会轻松的多的发展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时间空间就已经打破了，这时空的结构被打破了，全球的一致性就正在发展，对不对？而那些对这种环境有兴趣的人，一般而言不会出现在穴居人的时代，所以我们会出生在现代嘛，啊，科技文明的这个时候，只因为那些活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在应付的是不同的挑战。对，那我们现在在应付的什么？资讯爆炸，然后一些资讯软体日新月异，然后电脑操作、手机操作，然后，哦，我的手机一天到都要求更新，觉得累不累？累哈，哎，几乎你就一直就在说你的手机什么什么什么要更新，什么什么软体，现在什么什么新本，哦，我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一个头两个大，我就想为什么要更新？我现在不好吗？好，这有涉及到人格的一个某个只想留在舒适区的，对不对？我好不容易躺下来休息了，不要再叫我动了，哦，那当然这个有两个心理状态，一个就是够了，我累了，一个就是哦，不要再动了，可以更好吗？我会带着疑问啊。好，先保证更新后的一切都会更好，只是他要打破你的舒适区，打破你那个又稳定下的那个固定。好，他一定要打破那个东西，他才能不断的翻新更新。所以翻新更新其实就是一个改变，一个前进。现代科技或现代人的生活是要一前进的，可是穴居人时代，他们只要跟随的四季变化，然后去理解周遭环境，他能汲取的水源跟食物，还有动植物的所有一切的啊起居时刻，那他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活着。对，所以我们不会，或者是我们曾经活在穴居人，只是我们现在再度为人，是为了要来迎接新的挑战，比较像是嘛，好，好，所以这假设的更大本体，它就也会选择出生在历史上数个不同时段里，好，面对等人物出生为个人，也是在这个同样的模式里，对不对？对等人物是同一个能量团嘛，那他为什么会出生成为这一个这一个，
啊，同一个手掌，它为什么有的要变成小指指，有的要变成大拇指？哎，他说，嗯，因为他是要应付不同的挑战，可是他们又有一个同样的挑战跟发展要共同去完成。好，这样就懂了嘛？这五根手指头，它是同一个手掌的五根手指头，可是它每一个的功用不一样。对，这样拿一个杯子，大拇指的用力跟这个跟这个的实力点不一样啊，所以它是有个别存在的不同的需求跟目的。好，每个在生物与灵性上是相连的。哎，这个手指头如果是对等人物，哎，有没有是相连的？好，在灵性跟生物上都是相连的，却具有了了不起的交缠与变化，就像一株具体的家族树一样。啊，一家也是。啊，如果一个家是由四个到五个对等人组成的，有没有发现这个家的每一个人，他们对于那个家，他们的势力点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带着这个家向外牵的那个样子也不一样。可是以前不要这样想嘛，以前我们不懂嘛，所以我们对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我们都希望啊，我们家的人就没有这样，为什么你这样？有没有？我们会对那个跟这个家预设的应该有的形象版本不同的人，我们会有很多的大话，或者想改变他。欸，我们没有看到他是一个为了共同的成就跟发展而站在不同的角度。我那一天去快闪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小小感动。就是建凯守护着许医师嘛，啊，那许医师的二姐陪着许医师帮他撑伞，那我在许医师后面拿那个大神功，啊，那马妞的马营运长就举着牌子，站在许医师前面，带着大队人马往前走，他就走在最前面。我那一刻觉得一马当先，那是马营运长。我突然间看到高高的他很高，但是最近瘦了，我看到他的背影，然后看了一个博士，一个博士，他上街头，然后看到他的背影，有一种难过，但是又有一种感佩、感动、佩服。那个难过就是，很多人以为可能站那个位置他必须这样做，可是我相信他的自发性跟我的自发性是一样的。因为马英院长是从一个忧郁症的患者，然后来诊所求助，然后开始学习成长。那我是一个癌症的病友嘛，参加癌症团体。那就在这些年里，我们都变了。不要说我们现在站在这个组织发展的那个位置，回到我们个人的命运，我们都改变了。而我们改变了，是因为有一个人很勇敢的一直在讲赛斯心法，有一个人很勇敢的想带领更多的人在痛苦的时刻找回自己的力量。而我们是因为许医师这个人而接到了这股心法的能量。那建凯也是一个癌友，所以那一天看的那一幕，我的那个心中好感动，就拿着那个大圣功在讲话的时候，我其实有几次是哽咽的，我是哽咽的，然后眼泪悄悄的流下来。我那个感动，你要说有一个具体事实，就是我讲的嘛，那些东西。可是有一个感动是来自内在那种不由自主的一种震动。我觉得
那个眼泪悄悄流下来的那一刻，我仿佛回到2004年当年中正纪念堂那个处长问我的一段话。他说你知道我们国家殿堂其实要让这些还有这种不成熟的作品放在这个展览厅，是要相当大的勇气，对吧？我的既定印象就是这种国家展览厅一定要展出世界级的作品嘛。可是你要知道，还有就是一个素人创作者，那他要批准这件事，本身就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然后他就说：“你给我一个理由。”还有给他一个理由。啊，我的理由就跟他讲，我们在进行一场心灵革命。革命？你要来中正纪念堂革命？对，处长，我们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我们要让更多人的了解心灵的力量，而这一群癌友，他们的心灵能量就一股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当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创造力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发展，于是他的这一股创造力攻击了自己的免疫系统，而让自己的身体生病了。处长，我们正在做一个心灵改革，但是请你放心，这一场心灵革命不会流血，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都先在自己身上流泪、流血、流汗了。哎，我突然间想起我当年很勇敢的把这个诉求告诉当时的中正纪念堂的处长，等我讲的话也算蛮感动的。再来就是我是一个癌友嘛，我就是一个亲身在这个经历里的人。于是他沉默了几分钟，真的我们彼此就沉默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个情绪是在流动。他跟我说：“罗秘书长，你刚刚讲的这一段话感动我了，好，这件事就去做吧。有什么问题，我来担待。”就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癌友创作展，在中正纪念堂的展览厅展出了，而且我们用了两厅，然后用了演讲厅，等于我们用三个地方，两个展厅，一个演讲厅。所以其实那一天回到那个2004年的自己，因为我是从04年初开始跟中正纪念堂接触，讨论这个展出，然后到04年的7月才正式展出，那整个月到8月7号我们结束这个展出展。那我自己回想到那一段，我才知道说中正纪念堂有个象征，它是民主广场嘛，现在叫民主广场嘛，它是中华民国，应该是说中国人开始走向民主的一个象征。象征嘛，中国人一直在封建制度之下，君主世袭的制度下，我们其实或者一直没有活在真正的平等里啦。你如果要这样讲，一直到当年的50运动，一直到东方西朝东渐，更多的有意识的年轻学子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迂回败落，我们自己东方的这个迂回败落，然后我们的八股，我们的那种老不智的那种悲屈的扭曲的那种生活模式，不健康的，于是就由国库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改革，对不对？那当然呢，当时清末民初，在清朝啊，有一群乱臣贼子，要来让平民百姓平等，所以我们也经历了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资讯时代，到后来现在人工智慧，所以我们正走向一个新型改革，对不对？我们正走向一个新型改革，可是各位知道吗？我们从2000又开始了，而一直到2003、04，我们才把这些能量搬进中正纪念堂。今年是2021年嘛，那我去猜的那一天是10月3号还是我忘了3号。我自己都有一种悠悠的一个心情，就是原来时月不成是这样来，就是我们为了要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世界，我们是曾经这么的不容易的走上街头。那以前的革命是需要抛头颅热血的，对，我们这一次的新改革是让癌友跟这些身心症的人能够真正的在亲身体验的这个生命实相里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你问我这些内在的这些纠纠结结到底是什么，你要一下说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就是从一个已经40来岁当年活得不快乐的自己，那一年我44岁快45岁，一直在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生命情境里，想要快溺毙了想要呼一口气，然后得了癌症，然后自己摸索，然后摸索到买书，看到在诚品书局看到有一个 New Age 的活动，里面有一个癌友成长团体，然后就这样连上线了。那相信每一个走进赛事学习的人，你的生命历程也一定有独属于你的部分。只是就我自己来看我自己，我觉得我这几年真的我的命运翻了好几番，而每一番前面都是黑暗时刻，要翻过来的那一个前面都是很黑暗的，很痛苦的，很心里暗夜的。可是每次一翻身，我就觉得这样只有一个字，爽。好，可是假设你没有亲身的经历这一些，我们都是想赢者保身的人，我们都只想维持好绩效的人。所以这一次那一天看着马牛举着牌走到前面，然后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背影，心里有一点真的感动跟难过。所以我也要再一次的呼吁，如果你也曾经是一个想要明哲保身而一直在委曲求全，然后成为一个忧郁症的患者，或你后来把这一股扭曲变形的能量投射在身体里，然后变成你是一个疾病的人，我倒是想啊，11月上街头，也许对你我来讲都是一个释放这些情绪能量的时刻啊，那我们就一起勇敢的为自己说话吧。好，你绝对也是我的对等人物嘛，我也是你的对等人物，我们一起认识了赛斯，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甚至我经常把自己暴露在一个看得到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在这些课程的，我的分享的，我把它当作是分享。也许我没有那么的学术性或理性逻辑，可是我总是让你看到我的真情跟真心。那希望我们可以在未来为人类再多做一些什么。这就是我真的想法。所以昨天我在团体也在跟我小林讲，一个会画画的自己，光你画画这件事，你就在帮助世界了。对，小林就觉得很感动嘛，因为他一直以为画画只是他赚钱的，来养活自己的一个媒介。可是当我跟他说，光画画这件事，你就可以帮助这个世界了啊，他就觉得好懂，他仿佛找回一个英雄式的自己。那我也希望，不管你在哪里，你正在做的事，如果你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自己跟更多人更好，发自内心的哦，不是为了赚钱而已哦。那我觉得光是那一份心，你做的这一工作或你做的这件事，它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大家听懂吗？比如说现在在赛事工作里的人好了，如果他只是因为自己的学历或技能或自己的能力来这一个组织里工作，来这一个团队里工作，那么他计算的一定会是我一个月领多少钱再来是我上班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在上班时间把我该做的事做好那反正我的钱就是这一些。那当然你可以依这个劳资法得到你要的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份心去思考说，原来这一份工作是这么重的，我光做这一件事我就在帮助全世界那个心不对，或那个心只是那个一己之心，那可能你也领到薪水了， 你也安顿了你的现实的生活了，可是就是感觉就是这样那个英雄式的自己，那个热情，那个活力，那个没有想到我们再多做一点什么可以让这个世界不一样的那个心，我觉得做出来的事情是不同的一样。我们这些所谓的赛斯学派的心灵辅导师，有时候我们只是因为想要成为一个心灵辅导师而能够有更多的学员，而能够因为更多学员的参与你的课程而你得到你要赚的时间，或有一个舞台去展现你自己。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啦，那这样你讲出来的赛斯心法是没有那样的，它可能是一个技巧，可能是一个可以即兴操作的步骤，可是这中没有爱，没有人跟人之间我们应该要在关键时刻那种爱的流动，爱的支持不知道，就这两天我就觉得之前好多错怎么会这样，下虽然今天又是我自言自语的一天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是很用心的再讲一个好玩的事，我不是去念书嘛，然后我就跟当年在嘉义去的一些伙伴
就有约了吃饭这样。啊，这个闲不住的我，这个闲不住的我又有了一个突发奇想。早上明明就在洗澡嘛，又在乱想，我应不应该在我在去南华的这几天里去带一个书会？我竟然有这种想法，哎，这是我这个脑袋瓜真的很糟糕哦。没关系，想归想，就想就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在534页这里。再次说，在特定时段里，举例来说，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科技时代，某些能力可以轻松的多的发展，对不对？好，所以这种整段话在讲，对等人物会出现在哪一个时段，而你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你有你人格上想要学习成长的挑战。好，那么你是以自己方式，每个世纪在所有层面上都有其完整性。来，请记住哦，你在每个层面里，你都是完整的，只是你是那个完整的自己的另外一部分。这样，好。活着的人，他的身份永远是崭新的，永远是崭新的。然而，其丰富的心心灵传承会透过记忆跟经验，把它与那些后来会来以及已经来过的身份相连接。后来会来，就是在100年内，用一个家约好了，你先来嘛，后来你妹妹或弟弟来嘛，那已经来过的就是你的姐或哥哥嘛。对不对？在家一直都有这种，对等人物也是，你放心，总是有后来会来，还有已经来过的身份相连，你跟你姐姐哥哥，或你跟你的弟弟妹妹，有没有血缘身份是连在一起的嘛？对吗？好，你跟你的对等人物一样，你们身份相连，而且能量相通。你与某些家人有时候比与另一些家人更亲近，对不对？对吗？而你与一些对等人物有时候比另一些更接近。比如说我们整个赛斯家都是由对等人物组成的好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跟屏东分会这一群人好像比较近， 你去到别的地方，你又我觉得我好像是陌生人，会，对不对？会，还不要难过，因为我们能量团有时候是不一样的。你的父母以照片跟信件来作为他们记忆的物质代表，但现在那些记忆并不是你的，有没有？父母有他们的记忆跟照片，然而他们却是你传承非常肯定的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我要想念我妈，大概唯一就是把她照片拿出来，对不对？我发现我找不到我爸的照片，好惨哦。对。好，在有些例子里，你的父母可能告诉你发生在你自己幼儿时期而你已经忘却的事情，不过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这些并非你的记忆，有没有？有时候孩子长大了，爸妈说：“你小时候怎样？”没有啊，我不记得了。像我现在，我就不记得我小时候，我只记得我妈那两幕印象深刻的东西。其他我都不记得。如果我妈回到天堂，我妈跟我说：“阿魂啊，你细汉安怎安怎？”我会跟我妈说：“奇怪，我哪拢袂记哩，我都不记得了。”好好玩。好，有些例子里，你的父母可能告诉你发生在你幼儿时期而你已经忘却的事，不过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这些并非你的记忆，却是你父母关于你的记忆，关于你的嘛。对，纵然
你没有记得他们，但你还是会相信你父母说的是真的，对不对？好，不过如果一些事情适用于你的直接经验，他们就会被无意识的记录下来。哎，意思就是说你会排除一些记忆，然后你只会记得对你有意义的啦。好，而比如说在催眠之下，你就可以使他们变成你自己的了，就是因为你排除了嘛，所以有时候要把你这个自我松掉，然后在那个自我的防备的城墙外把那些记忆带进来，自我一定会设立高墙，不让一些其实可能有意义的，有或者是对我而言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整体来讲它是有意义的，这些记忆把它带回来。所以有不同类的记忆，你与父母共享某些生物上的相似性，但还有其他未被了解的生物性的组合，在任何既定的世纪里统合这些对等人物。好，举例来说，对等人物之间的器官移植更容易成功。好，所以你有一种内在的次物种，或如果你比较喜欢的话叫做次家族，运作在你所认知的正规具体分隔之内，心电感应的讯息它能更快的由一个对等人物闪到另外一个。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对某些人的内在讯息你会接得比较快？好，有些你的对等人物记忆也许会出现在你的梦境里，在那儿他们对你以幻想的方式出现。好玩哦，有时候你在幻想一些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可能是你的对等人物，而且好像你知道他在干嘛。好，那我们今天的赛事书研读的预录就到这里。好，那各位在看这个赛事书研读的时候，记得哦，今天下午有徐医师的工作坊在屏东，你可以线上或现场参与。那我们今天晚上有徐医师的演讲在屏东的图书馆的总馆总部。好，欢迎你能够来参加。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